从很久之前就因为肮脏的缘分牵扯在一起，快躲开！时间正按照我的记忆在走，我必须阻止呢。命运的那一刻也正渐渐接近中。金龟烈，我们这辈子比较早见面了。金希雨，金希雅，真的是缘分，完全无法抗拒。在之前的人生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金真又怎么会在这里？命运改变了。世界就掌握在我的手中，那么是要好好把握还是放手呢？知道贪欲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失去人性。我们决定将你纳入我们秘密组织的一员了。你也别太过于执着，会失去自我的。赵太谢议员可是我们的大学长哦，必须要掌握天下才能阻止赵太谢的野心。阴间使者，你过得好吗？怎么可能，你还是一样弱吗？到底会是谁在暗中搞鬼呢？我很喜欢大马不死这句话，让我想到一招妙计。正义的重生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